对，就在这拿这瓶啊。嗯。他顺手就拿走了。就在这边这。然后客人走出来，他就马上过去了，然后就站在这里，然后手就这样。哎，就这样就拿了，就这样就走了，就这样。就这样啊，关切就是这样啊，关不怕啊，爆也没有用啊，越关越大，不一定嘞，因为在关，在报警之后还有一段时间，他在这里乱搞，我怎么会知道？0918299，骗你啊，六万，你我算了，我。人潮影响的话，其实大环境到现在来说的话，影响真的是很大了。可是加装这个的话，等于是说来让外地来的游客一个安心，然后让我们在地的花莲人也保护自己啦。因为毕竟我们店家在里面做生意的时候，第一线冲击很大，啊，进来的时候，哎，都透过这个仪器的设备，然后来去检视，然后对我们店家也是很大的，安心的地方啊。因为我们现在福丁夜市。然后原住民一条街各省，然后像现在自强在施工，所以那边的话可能就会先暂时封闭。然后可是那边还是会放一个，还是放一个设备在那边呢、啊，因为毕竟那边还是有一些人流量在进出。除了这四个地方可以进出之外，其他都不能进出。其他的话，像现在这两天他们会加强的去把它封锁起来，让游客尽量在这四个入口进出就好了。你很危险，你39号，39号。你是38啊，你是38，我想走近，还是你有38。